开始吧。我可不会让着你。我也一样。但是从昨晚到现在，我不是把你当做领路人，而是把你当做真真正正的对手。守护元神的事情让我帮忙吧。你真的有办法吗？办法是人想的，我们一起想吧。祭神人处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激发守护元神对主人的保护。